务必一个个房间小心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暗室和密道。鬼木侠也曾风光过一阵子，直到后来族人酿成了几次灭门惨案。这徐大人真是不怕死，这种地方十个脑袋也不够掉。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喝酒啊？你可知道宴回客栈里住着谁？卫子一对蓝鸡向来必由不及，我易容城的人便是。事情太多，能省一桩是一桩。